较早咧放弃个迄啦，啊，即摆啦有呾水产，哦，我着安尼拖安尼拖，食水果。运用运用这种物件出来，你像大家迄边咧敢问讲我住在倒？住在倒？我讲嗯，阮兜做好厝个啦。啊，伊讲安尼好厝，讲其实较早个农业时代，大家拢三合院，三合院本来做好厝个啊，而且较早大家拢煮饭，啊，拢闲当讲，闲当讲，结果若你要煮者。未来这拢分啊乌碌碌，所以吼，人家有当时啊讲问讲，啊恁敢住这附近？我讲阮家介好找，伊讲安怎好找？我讲我甲你讲，无人来讲，地主必讲换水盆，过来多起啦，真正敢死啦，哎放屎当啊地主必，这就是人较早以物换物，伊讲嗯，敢若有闻到酒味哦，伊讲哎先生，这内底敢若有一种味哦，伊讲敢有？有啊，伊讲吼，你要偷吃的哦，小心肝哦。伊讲，哎，你对我有意思啊？伊讲，嘿，小心肝。第二跩个另外嘛是过安尼啦。结果伊讲，我不是叫你小心肝的吗？过来讲，嘿啊，吼，你敢叫我小心肝？我呢想讲，我再搞要去炸袂停。这就是你会当用足侪方式啊，落去甲诠释。过来嘞，对，我爱讲着查咱查恁查甫人，你查甫你也讲你查，所以嘞，出门的时阵吼，一买哪换？青年活好，按来加势，算讲加势叫啥物叫加势，就是爸爸妈妈一寡无惊拢按来好势。出门的时阵，就咱一杯活力，等来的时阵死了啦。酒过英雄，等英雄，对无？你一杯一杯，干哪买来？后背当中就是咧车的时阵，伊车出给咱的记忆，啥物记忆？足好耍的，我讲给恁听，伊个中美合作卡车，哎，过来头前咧，吼。公斤重20公斤。